艾利森上半年的营收达到12.69亿元，年增3.25%。艾利森表示，在 LED 照明需求增温之下，已经陆续接获了中国大陆的订单，因此计划下半年会持续扩充产能。反而预估艾利森下半年渴望比上半年成长40%以上，年营收有机会上看30亿元。